把你们顶盖起来。我想砸了，我想要王子玫瑰。要不要大哥砸一手的？砸一手子，挺无聊的。为了吃中彩票算啥？我也想要。你在暗示谁？请明说。我想要不良哥，不良哥，明人不说暗话，动不动无所谓。俨然已经成为一个逐梦的老油条。其实这个100块钱，气质已经出来了。我们只要是20万，买这个。那叫妙吗？我已经签了。他们又来，又有人来买彩票。42号5次。打个 PK 吗？行，在外面 PK。随机连麦。啊，02022。挑最想的打。02122425252。铁哥。40万啊。打铁老铁吗？出来了。哎，这个是32。哎，这可能是52。52。52。我操！这个失败。牛逼！牛逼！完美中路。32没有。有。32，10块。32有。铁哥已经挺惨了。他怎么了？只有一个，好吧，试试了。30也发错了。好，搜不到他的名字了都。他是不是把我拉黑了呀？好。主播未开播，怎么回事？他没播吗？今天？那我打谁呀、啊？打八哥。我操！随机打一个。好。八，猫家今天抄地，那我打不过呀，抄地能打得过啊？哦，四十，这把最低就是四十。有没有八？随机连一个吧，八哥。Hello， 你好。Hello， 小姐你好。咱玩啥？玩个蹲起。你这么慢。玩个蹲起吧。选你先卡了，我卡了吗？那你说话都是卡顿的。那就玩那个举重吧，惩罚。好。惩罚就写 MVP 名字吧。好，那我放歌喽。好。感谢我不良哥的月亮龟兔，谢谢不良哥的冒险家。冲吧，斗鱼爸爸！欢迎网名，欢迎下了。冷心，冷心。打了那么多组了，怎么还不出啊？什么情况啊？是不是要爆两组啊？
我们的目标不是打倒命运，咱们的目标是出王者。二八是真的晦气。百分之百公司。欢迎老八哥。你们一起砸一砸的呀，哥哥们。谢谢不良哥的月亮过去。出吧。好孤独的民宿。有点晕，好美呀。太美了，这也我是我直播间的原因嘛。金山秋。96，你搭黑蛋，我确实挺黑的。现在给刮上瘾了，一直在刮，下一把，好。十张，我给了5块钱，中了45。银山四川五三，还跳到2333。这个是吗？没有，我运气很差，我刮不出来的东西，自然可以刮出来。下回毒瘾上升了，他又他在那里又买了一杯。推塔呢？你不能推塔的。在刮的。24。没有，你也刮过，你有中吗，不良哥？我刮完了，我们刚那个中了多少啊？这个你刮了5块钱，我这个就10块。你中了？十块，你还有5张，你没刮。22，拉垮，10块，02我丢，42我丢，22，10块，二，孩子啊，
我操，二啦！我丢，二二二二。好，台长，这个我的吧，四十万的。结账了，结账。台长。老师二，两百。二十一。三十二，第一张拉垮。快点。第二张，我们有机会赢。看到现在的都是真爱。八，我直播间呢？八，我那你问。一秒。拉倒吧。没有一个。八八。哎呀！八八，这是八十八。刮了好几张，中了十块钱，刮了五张中了十块，啥也不是，刮五张就中几十块、二十块、三十块。牙牙他们刮了十张，中了四十，一张多少钱啊？最后一分钟，三十秒，一起买两百张瓜，没必要。干嘛？输回去了？本来是五块，现在是二十五。启发者现在感言，没有感言，可以输了，再拜拜。等他们吧。你快刮完了，有个大奖，我们也刮不到啊。能刮到大奖都是值，啥运气啊！在路边上能刮一个两百万，我都不信了。你啥也没出吗？啊，你们一人中了十块。行。下一个那必须的呀，多可爱啊！征婚，征婚，下一把王子没中。下一把王子没中出了吗？还没有，我砸了好多手了都没出，反正十二十。昨天砸了十二块二十，我今天砸了十几，十几组。好了，小姐姐，拜拜拜拜。那场就是中大奖的，我。夏姐一看就是副将。走走走，我去买冰淇淋。喝什么奶茶？蜜雪冰城啊。蜜雪冰城呢？怎么吃？蜜雪冰城要排队。我要吃那冰淇淋，两块钱，好吃的很。我爱你，不，你爱我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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我爱你，你是冰雪甜蜜蜜。你爱我，我爱你，你是冰雪甜蜜蜜。你爱我来，我爱你。我去问一下老板，能不能就是唱这首歌，能不能打折？刚刮完。谢谢我不良哥的月亮龟兔出。出出出出，快喊一下，不良哥，你砸小的，做小的，小的，你先砸小的，你不要一直砸大的呀。昨天就没砸出来，对吧？对啊，昨天砸二十多组。你说，你问一下老板。我问什么？唱歌能免费喝？小姐姐。也没有那活动了。没活动了。那个活动已经没有了。结束了。对的。唱歌已经没有用了。现在已经没有用了。好吧。跳舞可以吗？暂时没有了，我们基本都下班，应该再收了。跳舞什么没有了？跳舞可还行。都没了吗？喝的还有，你看就很少了。哦，喝的还有是吧？啊，对。你们喝啥呀？冰淇淋有吗？冰淇淋有圣代。圣代。嗯。我来一下。什么好喝呀？千层一瓶都。他们家冰淇淋确实好吃。好的。你呢？我吃冰淇淋吧。冰淇淋啊。圣代。我也要冰淇淋。那三个。
冰淇淋没有了，还买完了。啊。圣诞吧，圣诞。那个我不爱你，已经成千里迷。这多少组了？现在？来，圣诞有什么味道？这是多少组啊？谢谢不良哥的十组许愿流星啊！苍天呐，大地呀、啊！你喊斗鱼爸爸，斗鱼爸爸给出一个吧！啊，蓝莓芒果，蓝莓。啊，爸爸！这小哥哥有点吓人，你别吓人啊！大晚上的，在楼上，在楼上叫。啥？过来坐，你在哪里坐？哪里不在说话呀？楼上有个人，吓死了。这谁不认识？在楼上喊。你喝什么？我点过了草莓幺幺。哇！现在我集体给他两下，我保不接。这个出不来怎么办呀，不两个？欢迎国宝，谢谢集体哥，谢谢集体哥。因为武汉的人真的很爱叫唤。那那个吧，百香果的吧。这样一个蓝莓泡泡水吗？是吧？对，你们都一起的啊。你是什么？蓝莓泡泡水。蓝莓泡泡水。我要百香果。哎，这个。百香果是吧？嗯。这个满杯百香果可以吗？有啊。那我来一个，那个羊汤的。还没打出来吗？嗯，打不出来了。卡死在这呀。砸音乐家吧！砸音乐家吧！原始人看到你们在这，嗯，求求出吧，谁呀？砸一下，跟不良哥一起砸。早出了，啊？出了吗？出了吗？我们错过了。我咋没看到玫瑰啊？特效啊？保底，保底。那就出了。哦，把你人头凑一下，东东一点都不敬业，就东东。保底了吗？为啥我这没有礼物特效啊？你看，你差多少人头啊？你再说。嗯，差没有礼物特效，我不知道。他说上次的。啊，不是今天。我想要今天出，今天不砸就这个 buff 又过了。今天不砸出来，你任务过了你也不跟我说，我不知道呀、啊。我不信，早早给你凑人头，早点凑了。谢谢不良哥的冒险金、啊，感谢不良哥的月兔，有没有凑一凑的？举一下。这人头为什么还没有那个呀？在哪儿啊？在武汉。人头也太慢了吧！出吧啊！四七组了，怎么还不出啊？再不出我直接原地爆炸了！炸！你打我干什么？你出了吗？出了吗？出了吗？出！我为什么没看见？他真的没有王子玫瑰特效？他后面才。感谢不良哥，谢谢不良哥的王子玫瑰，牛逼！鞠躬。感谢不良哥的王子玫瑰。在干嘛呀？在买奶茶。让东东把人头凑一下。买奶茶。出了出了，他出了，又是拉满出的是吧？小本本，你能不能把人头凑一下，小本本？又是拉满出的，很烦躁。别感谢。有点丢人是吧，在外面。我都不怕丢人，你怕啥呀？两个人说这个砸这么黑，不要感谢他。站远点。站远点，站远点。你这个裙子穿的我觉得有点胖，我感觉。没有啊，这腰身不挺好的吗？
我在想要不要出去，去哪里呀、啊？是出我的直播间吗？不想带我直播间，丢人，丢人。老板，我没吃饭，老板。你没吃饭、啊？嗯。你去吃啊！等下吃面。旁边，旁边。特效出来了，特效出来了，特效。为什么他现在出来啊？我好无语啊！他又一个一个的、那个，他一个一个的过去，然后对，过来，你都不在里面吗？九点了，票要身上了，别晃。旁边有炒面，有烧烤。今天有两个小哥哥找我合影，我看到了。你怎么看了？我在公司看你直播呀。三个，两个吧，还有一个。有一个我没有开播。好。谢小姐没有双下巴，差评挤一下。干嘛非要看双下巴？有双下巴的女生可爱。不要。挤一个出来。爸。眼都这么大了，还要什么放下吧？好，谢谢。什么？你要喝喝看吗？蓝莓的。我有。第一口给你喝，呀！欢迎夜里哥哥。哦，小七能过来找你合影吗？啊，你要来吗？我什么时候到衣服上来？我跟小哥哥害羞正在笑。谢谢我命哥的小姐姐的朋友，感谢命哥的两个里面。多可爱，我今天穿多可爱，多么多的活力青春无敌线。等下在下楼买吃的吧。我手有那个有没有面巾纸啊姐姐。跟徐小马有没有面巾纸啊？有纸巾吗？里面有吧，里面应该有。嗯，好。谢谢。我手机都没电了。感谢升级，谢谢升级。就脏，你再这样去，你鞋子就灰了。把你锁骨亮出来。没有锁骨了，你不是有锁骨吗？一天不看粗腿瘦，大家。我在外面，我腿不粗。咱们造一个，放上去了。但是在外面会显矮，就显你的人矮。哎，我给你反过来，给你调过来，调过来也显矮呀、啊。这么大长腿为什么会
会是显矮呢？挺高的吗？这没有一米七二吗？他们是不是他们买完了？走回去，走吧走吧，回房间儿，书已经有就有。走。我的奶茶拿了吗？嗯。我不是，我们算了，走吧。什么叫我这真黑啊？再说我大粗腿把你禁言了，信不信？没有一千二，你去看录播，不是？那官方有视频吧？有。我在里面是不是？老是，跑来跑去的，像一个小鹿一样。你还抱着那个，你还抱着那个柱子呢，因为太害怕了，都在那里面，感觉会有人出来。我在那拿电脑看的时候，那个国王在床里面，我吓得我抖了一下，心脏在那疯狂的跳，就是那个吓人的是吧？欢迎桂子，谢张建哥的口哨，我操，感谢张建哥的。音乐是我明明跟你在边上，我就差你半个头。后面什么尾随？后面是牙呀？你他妈说你尾随我？你问了？这什么？你自己的吧？谢谢卓尔虫哥哥的魔法背心。你们呢？我们四楼。谢谢卓尔虫哥哥，感谢卓尔虫哥哥的魔法背心。笑美的吧？哇！谢谢多尔多哥的又一辆南瓜马车。累了。昨天我在这个这里面遇到一个人吵架，你知道吗？感谢我嘉哥的14楼老麻花锁。点就是我在店里。谢谢我嘉哥。不是，点赞时候遇到的。吓死。男的是谁？就是在这里。我男的这里。男的，男两个人吵架。两男的呀。对啊，吵架你远一点。加上我一个女的，我就在那睡觉了。然后他们俩吵完了以后，他说。别吵了，你人家在直播呢。然后我说，没啥事的，今天中午分手。不直播的时光是真的少。谢谢张天哥的飞鸟羽毛。你几楼啊？我们四楼。你是几楼？我五楼。只有你五楼。都是五楼啊。我们五楼。你是几楼？我五楼。只有你五楼，都是五楼啊。我们五楼。大哥呢？五楼啊。为什么只有我们是四？男生应该在四楼吧。五楼啊。为什么只有我们是四？男生应该在四楼吧。昨天晚上。谢谢张建哥的飞鸟羽毛。我在这睡觉了。男生应该在四楼吧。昨天晚上。谢谢张建哥的飞鸟羽毛。我在这睡觉了。他这个房子要不要重新刷过呀？不用吧。不用啊。我拿着电梯没信号吗？这电梯应该就好了，刷进去。要回房间了，所以有的有信号了。刷新一下就好了，我卡了，刷新就好了。牙牙除了丑还是挺好看的，谢谢你。往前走啊，为什么？为什么突然有个人？我看你提包外面又有 NPC 了呢。不是，突然有个人说，我操，怎么有个男的？那这不是阿巴吗？不是啊，阿巴还在公司里呢，他去我直播间。是阿巴，我们就要把门反锁，怕他撬。请右转。他刚跑过去。现在信号很差吗？请直。您好，您所携带的房间卡没带。你带的就行。耶？什么意思？要重新滴呀？不会吧？为什么？
为什么？我咋知道为啥吗？那你去重新滴呗。那你拿着它放着呀。这个拿放在那。哎呦，拿好累，还要重新滴一步，我快累死了。还要重新滴一步，我快累死了。等他，我不去了。等他。等他。为什么他们都不用啊？以后我手都有点抖了。冰城甜蜜。东西很重，就是。有点不稳吧，但是轻，比较轻。么么哒。还没有来。啊。开门。进来吧。哎，谁呢？那你走的。散在地上。急着出门。你急着，你急什么？你为什么着急啊？那个。你想什么呢？你绝逼。然后东西都不收。是我想太多。你总想要说。你想的有点多。我去。你们偷偷约了个会，我也感觉。什么东西？他们说你可能偷偷约了个会。没有，这一天都在公司待着的吧。这楼下买点东西吃去。急着见男人。没有。是的。王琦，我能再看一下腿吗？我要睡觉了。看不见，我太高了。你有想吃的吗？没有，我吃饱了。那你自己吃。鞋。还在外面，不知道你帮我拿进来了。我现在腿已经很酸了，腿很酸，腿超酸现在。欢迎北哥。在武汉，在户外，
今天节目已经做完了。你们看到了吗？我被他掀裙子了。好像有一个是，因为我们一起在跑的时候，我裙子掀了一下。不会这都拍到了吧？那不是很尴尬？啊？那我安全裤呢？安全裤露出来了吗？因为今天下的是晚回来的晚，拍到了，好尴尬，因为我是没见过你，嫉妒啥？拍的一清二楚吗？有安全裤激动闪，还特写，然后射死了，射死了，轮廓都有了吗？这么恶心吗？那怎么回事？他怎么去人家屁股拍？看一下怎么了，就是正人君子，好吧。应该明天吧，明天应该会上。咱们不受这个气，索性不穿安全裤，那就暴露了。那就真的射死了，兄弟们。会剪掉的，直播的时候剪不了呀。不放出来就好，不然我们就尴尬了。我刚开始挺害怕的，就后来就觉得还好。后来我都敢去自己去找线索了。他说我们有多少鱼刺啊？有多少？还有多少鱼刺就那个了。你后面不是指挥起来了？对呀，因为他们都在玩。八千八的话，每个人六个人直播间平分，这个网红一点都不好看。不是粉红，是这个美颜1500，欢迎小浩哥，1500也还行。还有嘿嘿，我播到一点我也下播了，因为我累了。我龙包站起来了，谁给他开的？是那个工具，是那个。那叫啥？小龙猫？
不是有一他不是有个名字跟他差不多的那个大哥不挺牛逼的，是不是他？关注你蛮久了，最开始的时候是因为老乡跳舞好看，后来看你打 CSGO 也很厉害，感觉都是表情包给。同一个开了个小号，重开了个超低，这大哥真的牛逼耶，我感觉。这大哥还关注了我，他有一个号关注了我。我以为他好歹会来刷个火箭，结果啥也没有，很难受。跳舞好看就算了，打 CSGO 好看确定不是舔狗。我打 CSGO 本来就牛逼呀、啊。要不是你们想看我跳舞，我又转游戏去了好吗？真的，这酒店一天150不能再多了。但是我看他那个账啊，结的好像是1000多吧，不晓得是一天还是两天。6个房间，是不是6个房间1000多吗？还是1个房间1000多？为什么觉得跟老蔡差不多？我也感觉我打的挺牛逼的，美女七七，么么哒。还是等回去穿顶一点的衣服再跳吧，可以。很多顶的衣服没穿呢。我知道是6个评分，我说我们这个房间它显示的是就是开的时候它不是有个信息嘛，发过来就是订房的钱是1000多。我在想是6个房间1000多呢，还是1个房间1000多？如果是6个房间的话，那可真是太棒了的。200多吗？好吧，跳超火跳舞吗，小姐姐？跳，你刷就跳，刷立马跳，那不得给你整一顿？开玩笑，火箭都跳，超火给你跳4个。这环境150最多了，还没有我自己开那个房间好。我就刚过来的时候，跟28直播那一天，我是28号来的那一天开的那个房间都比这个好，感觉蒙起腿断了都给你尿。150能睡啥？现在我不知道，1000多包含客房服务。150都是打折的，你们怎么都知道？你们坐过这？28租了个房子，300块钱一个月吗？不会吧，这么寒酸吗？好，火星欠着，等我大学毕业好吗，小七？超火可以看单人跳舞蹈吗？可以啊。急屁啊，充钱呢。好的，哥哥，锦鲤教父，我记住你的名字了。你先充值啊。咱不急。超火你都能可以加我微信了，宝贝。老板牛逼，老板大气。老板帅气，你不会是那个跟我合照的小哥哥吧？
你不会就是那个跟我合照的小小哥哥吧？这主播太会割了，我他喵这还会割，这个哥哥送上来给我割，那我不割岂不是？岂不是？浪费了。七七，你微博经常上吗？我微博上的呀，微博上的。干嘛？你要给我微博私信吗？还是什么？爱你，你是冰镇甜蜜蜜。我在等那个锦鲤哥哥。早点睡一觉，你早点睡啊！欢迎笑忘书哥哥。微博多多更新，可以除草了。我回去就更新，回去就更新。这两天有点累，有点累了。微博和我这个名字一样的，和我斗鱼名字一样的。钱充不好了。锦鲤哥哥，你充钱充的多少次？有点慢呀，锦鲤明早还要上幼儿园，我不相信，我觉得他会充好的，他是小号。主播看看双下巴，为什么老是喜欢看我双下巴？锦鲤哥哥想去借2000来，一点了，等你充好跳完下播呢，快来快来充了没？小七超火合影吗？不需要超火合影啊，咱们就是想要见的本人都可以合影，好吧？今天穿的是迪士尼在逃公主。有机会想捏七宝的脸，今天那小哥哥跟我合了影以后，他就这样的，嗯，这合完影以后，他就是，嗯，然后就是对那个小姐姐这样，嗯，我都快太可爱了，我天哪，太可爱了，我就觉得他好可爱啊。再下去要微信，飞船微信了，怎么可能？咱永不涨价啊，咱永远都是超火。不至于，你学的好搞笑，真的很好玩。估计他应该也会看我直播，可能。我今天刚过去，你知道我第一次进去的时候，我真的吓死，就是那个胆量测试那里。但是我发现，咦，怎么没有人吓我呀？那两个小姐姐好像就是挺好玩的。为什么不回答我？你发什么呀？没看到。我很好奇，加微信将来退娱乐会删好友吗？不会。草莓真的，他真的很害怕，我也不知道为什么。他只要一有动静，他就赶紧躲起来，你知道吗？躲在我们女生后面。我当时然后当时想的是我还有草莓，还有另外一个大金，然后我们三个人去拿的时候，我就完了完了，我们三个人可能。这辈子回不来了，不是叫妈妈的时候了吗？对，我一直说，你说谁穷？锦鲤哥，锦鲤哥，锦鲤哥，你好了没？他胆量测试进门后以后直接流眼泪了，真的吗？线下一对一跳舞这种操作，妈，我们都是正经人，嗯？谢谢关注，感谢关注哦。咱们小时榜第三，我天！你爱我，我爱你，是冰镇甜蜜蜜。怎样才能见到你？你想见我吗？我之后会在杭州，现在在武汉。他后面可能是演的，一开始真的破防了。我跟你说，为什么你知道吗？因为好像谁有投票，一直都是投他，就他最害怕。我们大家其实。就是本来小七说他自己很害怕，但是后来因为草莓的害怕以后，就所有人都
胆量都上来一个等次，你知道吗？就有一个人超级怕的时候，你自己是会慢慢降一点的。对，是那个撸啊撸的草莓，对，你差点就超过他了，你可别说，你45%，他48%，真的吗？怎么这么多人投我？什么情况？是谁？谁投我？我能超过草莓吗？我进去可能又是喊爹喊妈的。怎么样才能当房管？你不是我的房管吗？你是我的房管呀，三儿。哎，你不是我房管吗？你把我房管脱了吗？我记得之前我有给你那个，给你房管过。因为你的声音在现场收音超级清晰，哥哥、爸爸妈妈、姐姐，就因为这个，小姐姐都没有吓我，所以我觉得真的挺好的。我一进去我就开始夸小姐姐，你知道吗？我进去就说，因为他们跟我说 NPC 是小姐姐，我就进去就说，小姐姐你最漂亮了，小姐姐你最美了，我知道你最美了，我知道你最可爱了，我知道你现实中很美，我知道你不忍心吓我的，我知道你很可爱。完了之后我进去一个人都没有吓我，就出来的时候他吼了两声，都没有他们恐怖，就是胆量测试的时候，高情商散兵，低情商散兵，兵散啊。其他的小姐姐，其他的小姐姐安静，就你一直在说话，他们都投你。我一直在说话吗？没有啊，我后面进去了，就是跟他们一起进去的时候，我没有说话，我就还好，就是我自己就是在胆量测试的一个人进去的时候有点害怕，就是特别是那个你还不清楚这里面是什么的情况下，你知道吗？晚安，早点睡啊，你们要睡觉的晚安。然后进去以后，哇，那漆黑一片，可能你们看到的跟我们不一样，可能你们看到的是有光的，但是我们是一点光都没有，除了那个摄像师有一点光，我们是一点都看不到的。对啊，你们那边看到的是有光线的呀，就是它是夜拍的嘛。如果没有摄像我们真的不敢进去。我跟你说，如果说没有手机灯和那个摄像灯的话，我们肯定会吓死，因为这里面真的蛮恐怖的。但是就因为这个光我觉得还好，因为都有光你知道吗，就是他们出来的时候我们还是能清晰的看到一点的。如果说一点光都没有进去玩，真的直接就去世了，我感觉。而且它这个密室它是很大的，然后一层一层布置下来，然后里面所有的道具啊什么的都蛮好的，我感觉就是很多，就比我在杭州玩的密室就是有意思多了。在杭州就几个房间，然后你这个穿过去，这个穿过去，然后基本上就没了。但是这个密室呢，它是哇上一层下一层，左边一个房间，右边一个房间，这边一个暗格，那边一个暗格，我觉得挺有意思的，就一步一步走到另外一个房间，一步一步走到另外一个房间，这样。七哥巴不得没有光可以随便贴贴，他后面一点都不怕了，好吗？刚开始的时候他还有一点点，后面他就直接就放开自我。杭州有密室，但是小的那种，就只有你进去玩的就几个房间，三四个房间这样。杭州的建议多玩一下，这个要很多人一起玩才有意思。你如果就是，我这个敲门吓死我了，谢小姐。我现在听到像敲门声这种声音都觉得很，没开空调吗？很恐怖，没开，你开吧。热死了。我在里面，贼恐，他其实
就是你进去那个房间以后，你就感觉到阴森森的，嗯，一股阴冷的感觉。我能听得到那个声音，听那个音乐就挺吓人的。它是真的，空调可能打得很低，你人一进去，你整个人就冰下来，然后再加上音乐的恐怖，再加上人出来叫一下，我那个小姐姐读台词的时候绝了，就是她在弄给我梳头发的时候，你看到没？看到了那一幕。你不是闭着眼吗？这还好啊，比你之前去八哥那边自己梳头好多了。你知道，因为我一开始以为他们都要出去，你知道吗？嗯。然后我当时不想坐在那儿。嗯。后来他们说坐在原位，我就还好。我有一次就是跟八哥去玩的时候，要一个人那个太吓人，一个人坐在那边梳头，完了就哇天哪，吓死了。嗯，行。主要那个小姐姐妆化的很恐怖，我一眼都没看她，我都这样。前面的 NPC 还好，前面的 NPC 都看不到脸，那国王也看不到脸，就那个小姐姐脸全露出来，嗯，然后那个血腥的脸，然后她读台词还尖叫，不过她读的蛮好的，就是声音啊什么的，嗯，还有那个笑声，啊哈哈，就蛮好的，感觉很像声优，其实可以回去把国王看一下。谁在外面喊呢？好像人家在楼下喊人。你爱我，我爱你，你是冰城甜蜜。筷子他真的一点都不怕。筷子谁？他全程在吓我们，你知道吗？啊、哦！我们走过去，他自己搞点动静下来，你知道。我们本来那边没有动静了，你知道吧？嗯。然后他自己在那里敲，嘣嘣嘣嘣嘣，把我们吓死。然后那个棺材本来没有人，他就说没有人。嗯。我都被他吓死。我们几个女生，他一直吓我们。本来没有 NPC 的，给他吓的。跟直播间里不太一样，很正常。因为我化的妆也跟直播间不一样，不太一样。剧情里棺材里面有一个死人，对，他有这么读这个剧情，但是没有跳出来。所以做单身任务最多的是没钱是吗？嗯，因为他一直被投票，怪不得我还叫你不要拿侍女牌。侍女牌是那个男的小七。嗯，我是府，什么府来着？感觉现在很小，因为手机的话它会很真实，手机就会显得你整个人比较饱满，然后脸会比较大。脸大可惜。我脸还不大吗？我进去录那个的时候也脸也很大吧。我一般上镜脸就大，我也不知道为什么，现实中看起来还好。你是女嘉宾里面表现最好的了。我还是里面表现最好的吗？我一直在尖叫哎。窗帘真动了，因为我们开了空调啊。大王，你别叫大王。没有买香蕉，没有买香蕉。我一看见哥哥，我就一看见那个鬼，我就哥别吓人，哥你别吓人。然后我一看见姐小姐姐，我就说姐姐你别吓人了，姐姐你最可爱了。我们第一期是最吓人的吧？真人的，我觉得道具的话。道具不吓人，就是你至少还能带队，其他的在地上混，那确实他们两个直接懵逼的在那里。现场看你是确实是有点丑，对啊，因为我脸本来就是有点肉肉的，可能是因为我还年轻的原因。
等我再过了两年，可能脸就会小一点，因为我脸上还有胶原蛋白啥的。看看你的小肉腿，不要。没肉就不好看了，没肉就脸整个都是尖的。日本那个鬼屋就有道具，是真吓人。我们玩的这个挺有意思的，我感觉。会播几年没有想哎，就是一直播吧。玻尿酸打了是会把你脸打鼓的，我需要吗？玻尿酸填充你知不知道是什么东西啊？是把你的脸，就是把你的脸，就比如说这一块你是这样的，你填了玻尿酸以后你是这样的，更胖了，很难受。我当爹了，干嘛？女朋友怀孕了吗？应该让他们听一下我们的浴室，在那淋水还能放音乐。淑玉女朋友怀孕了，谢谢小叶哥哥的激光眼镜。但是我本人看起来就还好。不然为什么现场的小哥哥要找我合照？ NPC 小哥哥就是里面扮演那个国王，他找我合影，他那个脸就是那种很恐怖的，他要找我合照，我当时我看着他我都是这样子的。那个柿子是里面脸最干净的。对， NPC 挺和善的，就那个挺恐怖的呀，就是就那个叫啥，国王吗？对，国王付多少钱一请的演员合照，根本不认识他。不认识的，我不上镜啊，我这人不上镜，但我本人很好看。MGC 可能是谁有？好难得看到我的弹幕，我都能看到啊。主要我今天把头发都扎起来了，所以显脸大。我要把两边头发挡住，就还好。我的一想法是打掉，还没准备好。我背包有足够的卡房管的礼物了。那你要卡吗？你现在卡房管吧，宝贝。把我们的二星过一过，宝贝。七七七干嘛？今天还有一个水友找草莓签名，很正常呀。好歹他是一个职业选手。你在说我胖子？什么本事啊？你的二星没本事，没事的，你凑一凑嘛，你卡个房管，我等一下就，我明天回去播一下就能过了。我明天早点回去，这样的话就可以早点播。为什么两天都在酒店住？因为在外面做活动吗？哇，谢谢。谢谢玫瑰哥的灰机，宝贝爱你哦。可心，谢谢玫瑰哥的马车。你在干嘛？没有。我开始脱了呢。热。怎么回事啊？我热。谢谢玫瑰哥，感谢玫瑰哥。
爱你哦。给我玫瑰卡一个房管，等一下。脱了，给家人们看看。你们每天都惦记着谢小姐的裸体，真的，这样真的好吗？刚有微信能下月累积吗？可以，可以啊。咱们两个火箭卡房管的宝贝，你为什么每次在我直播的时候开始脱衣服啊？我热，我想。他裸着坐在这儿，我真傻了。没裸，我还穿内衣内裤，好不好？就相当于裸着嘛。都是一家人。都是一家人，不说两家话。可能就喜欢这种刺激吧。确实挺刺激的，万一我镜头不小心这样一扭怎么办？嗯，万一我手机不小心一就是这样一搞，手机疯了，你算你的。不会疯，你只要不露点就不会疯，只是会穿内衣内裤，它疯个十几个小时，疯个一天。不可能吧？你这种你假装手机滑倒了不行吗？我就找个厂子上班。休息一个月吗？这么夸张啊？隔壁是谁？谢小姐。隔壁都三个月了，隔壁是谁？胖就胖呗，那出来还不得吃点东西吗？我在家都很吃的很少，出来就多少想吃点好吃的嘛。那他们都说我胖，我今天录节目的时候胖吗？不胖。跑哪去了？在武汉啊。我知道，我知道。太皇分一分啊。宝贝，我要下播了，宝贝，今天累了。看起来短一点，你看赛文记录也短啊，就是那个镜头本来就显人短，真的。你看他们，就是牙牙他们更短，牙牙进去还不短吗？明天早点，明天早点回去，不舍得你，带你睡吧。对，就是镜头问题，真的，户外的镜头确实，怎么说呢？虽然说就是比较真实，但是呢，角度刁钻，你拍起来的话，你不是刻意找镜头的话，就会显得你这个人整个人很肿，完了就有点胖，完了就显矮，因为那个摄像大哥也蛮高，主要。那摄像大哥蛮高的，我穿的是那种平底鞋。明天直播，明天电脑播了就不手机播了，以后就电脑播了。如果没有这种户外节目的话，晚安宝贝，晚安兄弟们，亲亲。拜拜。
早点睡觉啊，你们早点睡啊，今天实在是蹦跶不动了，有点太累了，一天都在跑，都在动，腿都磕疼了，得去休息一下了，拜。爱你们哟，明天见。